一夜情是有很多讨论空间的。一夜情是两台失控撞上的列车。一夜情是你的身体，你就自己做主吧。一夜情是明年或者明天见。每个人对爱情的诠释千百种，杨景祥演剧团用两段故事诠释一夜情。明明是一段出轨的不伦的恋情，可是却保守着承诺。另外一段呢是两个人都不是要什么承诺的，然后他们在没有爱情的状况之下，如果想要做，他们要用什么前提去做？激情过后之后，但发现说，哎，就是我其实跟你不太熟，对，反而是激情过后才要开始步入那个认识的这件事情，那个其实是很有趣的。是异想世界带你一探明年或者明天见中荒谬又赤裸的爱情辩证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